要传授我的拼装哦。应该说，他那个字应该是之后改的啦。啊，涂装先嘛，因为涂装一定要进那个进屋修啊。啊，那个字应该在港口边就可以改了，这样认为啊？可以哦，我有看过他们在改那个爬楼梯，然后拿那个油漆都会涂。觉得会不会是那种喷射式的那种？这种现在好像习惯都自由落下，就是你钩子送在出去。可是这个蒋俊老师就是离重船还好，阿伯那种一万四的，我觉得你人要走到就是很远，大概要走200公尺，因为它是从那个这个放在船尾嘛，然后它是双岛，从剑桥走到那个应该要200公尺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。阿伯一万四的。因为哦，如果连打他自己有自己的船，但是不是这个颜色的，对啊，就好像你看那烟囱是连打。
他的柜子是原色，是不是？他的柜子你知道吧？他的柜子银色的，不常见，这有看到。